整个都是专辑海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手上有专辑的，或者是刚刚有海报的，也可以举高高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看正前方这边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下一排摄影机大家要停久一点哦。这个签名的桌子，好，那我们呢？这个今天拿签名的时候，统一都是签在专辑的封面。然后等一下，凯乐还会帮大家贴贴纸，对不对？对，会贴心。哎，我们往前走。你们可以先想好你们想要贴在哪里。哦，所以他们任选地方都可以。任选都真的。好，所以结啊。先请凯乐到舞台下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就上台来签名跟拍照。等一下见呢，等一下见呢。然后要买专辑，因为我们今天一定要有 EP 才能上台来签名跟拍照，所以手上一定要有 EP， 请大家。